the run of a kind.美瘦出手臂肌肉线条，打造独创的陷阱物。罗志祥推出最新单曲，强势回归。我要上场，请你不要紧张呀，别想暂停我所有新的计划。Tony, catch, bass, you put that, I know, you like it.罗志祥和好友杨林一起填词，透露出重新复出的心声，对自己喊话，别让恐惧成为陷阱。因为去年被前女友周扬青毁灭时爆料身影一年半后，小猪宣告重回歌坛，第一个任务就是减肥。当你真的有一段时间可以去感受生活的时候，突然间要开始工作，你就因为突然间变得不习惯。而前一个月是我进入演艺圈史上最胖的83公斤，然后裸体看自己的镜子，天哪，那个酱，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没晒，真的不行。努力健身，找回精实身材。罗志祥新曲一推出，立刻迎来大批粉丝留言直呼：“小猪加油，支持你 ！”MV 上架6小时，点阅率突破30万。不过大陆网友却是给予两面评价，有的称赞真的很帅，新歌很好听，但也有的人炮火猛烈，呛他怎么还可以复出。新曲罗志祥还将在明年1月28号重返小巨蛋担任节目演唱会嘉宾，复出动作频频，虽然受到不少批评声浪，不过罗志祥似乎不受影响，按照自己的计划回归荧光幕前。 TVBS 新闻卢鸿章、赵佩宇台北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